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经济日报》财经单元中原观点，我是主持人叶思敏。暌违了八年，石油输出国家组织 OPEC 终于在维也纳11月30日的会议上达成了减产协议，未来每日减产120万桶原油，日平均产量3250万桶，为期6个月。消息一出，激励了国际油价大涨。今天节目上，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《经济日报》国际中心资深编译任中原大哥，帮我们就此议题做更深入的探讨。中原大哥您好。主持人好，各位观众大家好。中原大哥，请你先帮我们了解一下 OPEC 这一次到底达成了什么样子的一个协议的具体内容。另外我们来了解一下，目前可以看到消息出来的时候油价是大涨的，那它会短线上维持一样的涨势吗？那如果以50美元这个关卡来看的话，是价格会往上走还是会往下走啊？自从今年二月国际油价跌破每桶30块美金的时候，那个OPEC 国家就非常紧张，就开始倡议我们要如何的减产来保价，一直到昨天，总共前后经历了11个月，才勉勉强强达成了一个减产协议。魔鬼藏在细节中，仔细看看它这个减产的细节，我们就可以发现其实根本就没有怎么样减产，它的减产的假设的一个基准数量偏低，经过我们计算以后偏低了每天30万桶。第二个呢，我们再从减产的每一个国家的数量来统计，我们发觉它实际的减产数量是95万桶，不是120万桶。我们再看呢，第一个沙地阿拉伯，夏天沙地阿拉伯因为是天气很热，冷气的消用电量很多，所以这个是他们每一年夏天呢产量都会比平常时间高出50万桶。那现在是冬天了，不需要这个国内不需要那么多50万桶的原油了，所以说它表面上是说我减产50万桶，实际上它的出口量根本就没有减少，这只是 OPEC 打出来的一个障眼法，打就是说借着达成减产协议来哄抬油价。我是觉得说昨天晚上那一夜激情差不多就到顶了，所以说短期内的话，每桶五十块美元算是一个，我们用股票的术语来讲，它就是一个锅盖。所以刚才中原大哥帮我们提到的是说 OPEC 这次达成的协议似乎有假减产真哄抬的一个现象，而且呢50块美元似乎已经到一个顶了。不过我们再来观察一个现象，从2014年中的时候，石油大概是100块美元，到现在年初的时候已经掉到30块美元左右的价位，这个之中供需问题到底有什么样子的变化？确实是应该从市场的供给和需求来做一番解析。那我愿意在这里呢，用一个新石油经济学的观点来向大家报告。第一个就是石油从稀有的资源变成一个很普遍的资源，主要是因为科技的进步，让很多地方的都发现了石油，尤其是美国的页岩石油，石油市场已经变成一个战国时代。第四个就是说，正所谓的国际的地缘政治的风险。可是现在呢，由于供给来源非常多，即使中东地区发生了政治的这种冲突啊，使石油减产的话，那其他国家也可以大量的支援。沙特阿拉伯以前的石油部长亚曼尼先生啊，他曾经讲过一句语重心长、发人深省的话，就是说，石器时代不是因为没有石头就结束，所以呢，同样的，石油时代也不是因为没有石油而结束，也就是说，石油终有一天会被取代。就大家刚才提到说石油很容易就被取代了，那再加上现在呢，其实环保意识再加上新能源这个样子的意识抬头，那你怎么看我们油价长期呢？国际油价是长期间是看跌的，为什么呢？最重要就是说，除了石油供给量增加以外，另外还有一个东西是环保的意识已经抬头，尤其是巴黎气候协定、国际全球气候协定实施以后，那各国为了节能减碳啊，都会大力发展
替代能源。根据国际能源总署的一个预估的话，到2040年的时候呢，全球石油的消费量可能只有现在的1/3，也就是说，那长期之间油价的展望是很不乐观的，长的时间可能是要10年到15年、20年的时间。我们说它低，可能到多低呀？最低生产成本就是沙烏地、阿拉伯这些国家的生产成本了，可能是30块左右了。谢谢钟源大哥帮我们做这么深入的分析。 OPEC 减产协议的结果总算是尘埃落定了，油价长期跟短期的走势都提供给观众朋友您来参考。我是叶思敏，谢谢您的收看。